看到无？拢已经飙车，你搁还袂去分享点个搁按赞吗？紧去啦，甲小铃铛开开，知无？啊，我紧来去，搁在翕。阮大个拢讲话啊，更唔紧去。台湾啊，坐客运和公车的这個过程中，足侪转运站，哦，拢真有这种简单的线条，侪侪人是这个过程中的转运，拢是真新鲜的吼。哦，遐有迄个动物，我想要来看这野豹坑看卖啊，因为我较早，阮的故乡这水南有这黄金野豹，我唔知因遮。是什么野豹？喂，来看麦。来到这，我应该来找一下看有种会当三角那种野豹洞的哦。我坐公车那，我坐无去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哦，啊你，哦，穿这不是野鸟协会哦？哦，不是，我是台地乡土协会。乡土协会。嘿，对。啊，你有要去野豹洞吗？有哦，我今天要去做研究哦。真的吗？嘿，要调查。我坐一班吗？是哦。坐近了，互动的啊，安尼我着会当和你安尼了解一下啊。哦，啊你是来遮佚佗啊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哦，安尼好啊，啊车来啊，咱坐车。好，啊我嘛有扎翠安，恁来用咧。那签署拄啊拄着你吼，待遇都袂歹。哦，因为我是外口嫁入来的新妇，哦，啊，这拢客人装啊，对，你阵入来遮，你生活会习惯哦？未习惯，都是要哭咧，系啊，因为迄阵袂用讲客，吼，啊，阮嫁入来，阮大家袂用讲台，袂用讲国语，啊，你大家袂晓讲，袂晓，所以迄阵足辛苦的。但会去想到要做这乡土的种解说员。哦，因为吼，我的囡仔已经大汉啦，啊，所以吼都较用啊。啊，我家己本身吼对这大自然的啊、生态的啊，拢有兴趣，所以后来我就加入来这乡土协会。嘿，啊，伊会使观世满世界走，听故事啊，吼，访问老大人啊，啊，记录即搭只的历史啊，啊，佮所有的物件呢。观世吼60%。拢是山啊，因为早期吼、哦、公车是大部分人的交通，主要交通，主要交通。这条线交通吼、哦，伫啊50年代吼、哦、到80年代吼、哦、是足闹热的，会使讲吼拢无位啊通好坐。好，五码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问奖多来。好，感恩你哈。哦，亚波东搞啊，对。哇，你规个袂歹嘞！这边有产业道路，啊，这边有人工会当安尼行的路，诶，步道。当初吼，其实所有的路拢是安尼。拢产业道路化。是啊，因为吼，即卖落雨天，你感觉行会安怎？会骨头啊。骨头，所以迄阵吼，为了安全，阮甲产业道路做1/3，让人行较安全。啊，你有感觉安尼较好无？对啊，我进安尼都车底的时阵，我人还可以当平安安尼顺。是啊。啊，这套队伍呀，你知无？亚波康，嘿，对哦，亚波康吼，在台湾吼无介多，啊，这位啊吼是日本时代吼台湾上大的。哦，啊，看这个山形，安尼咱都要到啊？无，今嘛才拄啊要开始呢。啥货？这不是上古的，迄、那个上佳吗？对哦，上佳。啊，来继续。哦，可是今这段有感觉真水无？哇、哦，真正非常的赞！啊，这生态吼拢足赞的，拢无人破坏。赞，真正赞！嗨，罗大哥！嗨，这阮在地协会理事长。哦，啊，你是安怎这认真一只？我都要来整理一下啊。啊，这个古道全部拢是伊在负责整理的。嘿，哦，辛苦，真正。哈，那对不起我，这是阮社区的社区的老人家，都是70-80岁。老人团啊，他们来这里。啊，大家这用心哦，跩时代为着要保护这条这个古道，安尼大家吼努力。
是想说要恢复到以前的那种蝙蝠洞的那种荣光，而且这条路是他们熟悉的农耕的道路啊。关键以前不是干那也不看啊，你啊，还有一个庄哦，有一个庄的哦，那边有一个庄头。哦，所以这条古道就是要让他们这样来来去去的。嘿，对，不是要超越时空的哦。所以夜泊是带咱带路，咱其实是因为这过程，啊，咱时代为着要保护这条路，都要拍命。哦啊，这啦，这先直接上级啊！看到你看到这个大石头有没有啊？就到了，往下就是往蝙蝠洞，往上就是以前的住家。哦，好，关键是住家。哦，这几路拢讲要到啊，哪远啊？然后现在再攀岩过去就到了。哦，一山过一山，上细命的呢。啊，是到未？到啊，到啊，到啊！是有影无？哦，啊，这夜泊你们跟我讲，就这粒石头哦。不是啦，但是这个坑你来看，伊生什么？真正都有生一粒夜泊石头。来，咱搁退后一点嘛。哦，安尼有行吗？真正真正，哦，这夜泊这大只，啊，会当入去吗？会当，你要试看下来无？有恁陪伴，我是有这个胆，咱就冲啊！哦，好，冲！哦，这会当入去，这要叫我改来，我不敢。恭喜，看遐啥物款？这石灰岩洞吼，伊就是因为石灰流去吼，啊，伊慢慢就形成安尼。这吼、哦，几啊千年才会当变成安尼款哦，石灰对水流落来吼、哦，所以你看伊遐搁在滴啊，这是国宝级的钟乳石、哦、啊，所以因为有安尼天然的环境啊，所以伫五孔年开始观光就足发达的，足闹热的哦。无你会使问阮的罗大哥，我甲带安尼行安尼千辛万苦，坎坷坎坷份，这闹好个闹热。以前这条路是。我跟你讲，人家交错都是要肩膀碰肩膀这样过。有哈吗？啊，这多人诶哦！这边的公车有没有哈？我跟你讲，五分钟就一班客满。我都变，这个专业的迄种迄个观光列车了啊！哎，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有没有哈？差不多，在门口帮人家顾行李。进门口顾行李？哎，有什么有什么？那洞太小，有一些他行李背着他没办法进去啊。啊，顾行李也会当赚偌济？雇一件行李的话大概2块钱，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导览5块钱。哦，所以内底坐对的5块。伊迄阵做学生吼，安尼讲雇行李吼，一个月赚的钱比人上班搁较多哦。比正业的搁较多。所以囡仔赚的钱，煞无定比爸母的搁较好呢吼。啊，夜泊讲真的，伊唔惊人哦。啊，就是因为伤侪人啊，后来夜泊路拢无去啊。哦。看到因安尼吼，会当甲较早的物件保留落来，后代会当阁转来这个故乡，啊，这是因即摆上大的愿望。啊，我嘛是希望吼，会当用安尼方式，予少年人会当转来故乡，甲故乡变作阁较欢迎的所在。水牛乌白手，啊，跋落沟仔底。问导游，哎、欸，水牛哦，哎呦，那做好，好，水牛朋友再见。嘿，啊你哪会吃？啊，我都在想讲，遮哪有遐侪只牛，敢有可能台湾出现奇迹，佫有人会吃？结果真正嘛是你。对哦，我多多欢喜吃。哦，啊你怎啊一只呢？真毋是咧放因食草？欸，对啊，牛等下要犁田，要食较饱嘞。足久无看你，啊你，哎、欸，牛我饲甲规只阵嘞，真有成就哦。系啊，就有食饱啊。哦，啊你即马你拢总几只？即马有7只呢。7只。嘿嘿。现煮时间有要，互等一下功夫诶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要等下跟我来去。系啊，你也知，我就是咧等你即句哩。对啊，系啊。安静。来，行。哎用。哦哦，伊我硬到尾阁食落哦。对，都还是爱食。我们来动作牛。
我挂是进来。出。哦，哎呦，这乖呢。哦。好，我起来。来，好。好。你要冲我呢？好来，安，我先动我这块。好，好来，换人。听讲你是迄个新庄的人，台北新庄嘛吼。嘿，对对嘿。啊，你是哈唔经新北市啊，啊，走来到遮。我是怪伊转卡，啊，人老公迄即些所在有迄三合院，会使去租。哦。我就介意迄老高差厝，就哎，即所在袂歹，啊，就附近找一个三合院来住。我看伊遐有写什么水牛学校哦。对啊，我都牛的诶，即个方向，甲我的美术到做伙来教。我就感觉其实当牛犁菜其实就是一种艺术，啊，迄个犁就是一个笔，我都提迄个犁安尼来画线，我感觉其实真水，真画面嘞，哦，真有气势哦，真是牛咧犁田的，即亲像画笔，嘿，对，人看到其实嘛是看一百多同款的艺术同款，是准备要搁啊行偌久，饲家己囝同款。就是伊会使活偌久，阮就惊偌久，所以好歹照顾好，你就会过得真好。细汉时吼，这牛仔和我的生活环境，我特别切嘞。拄啊，你咧讲的这个有神农业的迄个年代，迄牛吼，逐天我就是爱去甲分嘞，我嘛无，伊咧都讲足惊猛嘞。伊会无爽快啊，所以讲爱来分分的迄好心，特别伊来顶伊的肺安尼，因为你把个牛条内底。牛寮空间较小，啊，你也无来分，伊感觉拢无爽快。饲牛竟然会当变作是接受即个含土地关系种方法，啊，佫会当来了解因咧犁田亲像画笔，啊，佫会当有一个水牛学校，水牛的一生，啊，你就算水牛艺术家呢。诶，是大家拢安尼讲啊。哦，所以你就是都决定要用这条路，都安尼佫行落。一个土地艺术家，水牛艺术家，应该是啦，就决定这个方向，感觉这个方向真趣味安尼。希望有加一挂少年的会使来学这个水牛的文化，把这个文化继续来传承的落去安尼，就道道来啊，系啊，是是，啊一定要少年的，嘛不一定啊，有兴趣都弄会使。所以你这未来会开课和一挂这方面呢，有兴趣的人拢欢迎来我们水牛好好来学水牛的文化。爱记订阅、起赞、分享，还佫小铃铛佮拍开，叮咚叮咚，开落。